红玲姐，来完服务器了。大哥，你不会敲门啊？清河应该可以被乐透导出物品的。裤子，你在哪儿啊？红玲姐，我在家里啊。啊，裤子，你什么时候走的？我刚刚回去了，怎么了？裤子，你竟然抛弃我？我没有啊，红玲姐，你直接回来就好了，差不多就够了。说起来，布丽姐，这个闹钟挺好用的。闹钟？对呀、啊，右击下还有一些基础指令按键，还可以设置加。设置加？就相当于设置了一个快捷传送点，再按一下下面的按钮就可以回到设置的传送点。也就是说，可以用它来回家了。是的，但是要先设置加。为什么我用却来到一个蘑菇岛啊？不知道哎。总之，布丽姐你快回来，我们准备打凋零。来了来了。哎，裤子，我们家的荷叶路怎么没有了？啊，你说那条荷叶小路吗？不是你们拆掉了吗？不是啊，昨天我和可乐下线的时候还在的呀。这我怎么知道啊？啊，没有桥怎么过河啊？我心太崩了。难道是小黑他们划船的时候撞掉的？不会吧，就算被撞掉也不可能没得那么干净啊。那我重新做一条步行道。可是我们没有荷叶了，如果用方块又怕怪物上岛。没关系的，我用羊毛地毯做吧，怪物不会踩上来的。这样啊，那就交给你了，我去收一波菜。好嘞。我的天哪，这地毯真折磨人。什么呀，我在这儿种菜才折磨人呢。哎，布林姐，你说我们这算不算男耕女织啊？这是什么男耕女织啊？我明明是女耕男织。差不多了，所以布林姐有没有考虑跟我一起脱单？我才不要嘞。没事，我要下线了，告辞。布林姐别走啊，我们还要打凋零呢。好吧好吧，快一点吧，但是你不要再说奇怪的话了呀。好吧。